당근이야 당근. 你速限是多少？我刚没有超速哦。你要叫警察吗？速限是多少？我叫警察来讲好吗？速限是多少？要不要叫警察了？你他妈的，你速限是多少啦？我刚有超速吗？你他妈的，你速限是多少啦？我刚有超速吗？你他妈的，你速限是多少？你干嘛出？我提示谁？怎么样？啊，你要闯红灯？我叫你，听清你而已。这种速限是多少都不知道，超速哎！我叫警察来了，卖照啊！我叫你拿来讲啊，出来讲啊！ 你不要走啊！不是很车，不是很车！我就跟你耗时间了。来啊，外车很多啦，我怎么没有时间最多啦？不要走啊！不要走啊！我在外侧，我叫你，我叫你有录起来了，你赶快收盘票。